抗体基本上是在发病之后越早用会效果比较好，国外做临床研究效果比较好的时候都是在那些人是预期可能会变成重症的那些人，那年纪比较大的六七十岁的有共病症比较多的，先给他使用可能避免他变成重症或需要到住院的程度。一个鼻子放进去的一个管子，然后给高流量的氧气，可以早点使用。那个氧气进去的是有点加热过，然后有点潮湿，有点加热过，比较温的，它比较不会变成痰啊什么那些现象，效果不错。那可以减少这些后来偏向插管的现象。